羽球世锦赛，戴资颖练球身影曝光超杀标语透露一千我国的世界球后戴资颖，身为此世锦赛众所瞩目的球星之一，球迷莫不引颈期盼他今天下午5:40的出赛。世界羽联的官方脸书特地上传了他昨天在南京场馆练球的影片，让大家先睹为快。BTOPLIF 脸书小编问球迷们，有看到小戴身穿着 T 恤上写什么吗？这个问题透过静态照片获得解答，小戴身上的 T 恤写着准备获胜 READY TOWIN， 显示出他势在必得的决心。